阿波罗新闻网独立、敢言、新颖，放眼看世界，展望新中华。飞弹不止装水。中国前海军司令部军官曾用导弹燃料煮火锅，敲诈火锅店。山东女孩突然将手伸进裤里，薅出几根体毛放到菜里。我违法，你管得着吗？北京女高管威胁员工，惹众怒。日本灾区不受欢迎物资曝光。 网经这也上榜，欢迎收看阿波罗网副频道。今天是美国时间一月八号星期一。我们通常在视频发布后一小时内提供字幕，您只需点击视频右方的 CC 按钮即可打开字幕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飞弹不止装水，中国前海军司令部军官曾用导弹燃料煮火锅。外媒彭博日前报道。 中国军方贪腐盛行，导致飞弹装水而非燃料，发射井盖运作使飞弹无法发射等，促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重手清理军方。中国前海军司令部参谋姚成更透露，当年他们曾用过导弹固体燃料煮火锅。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旅居美国的中国前海军司令部参谋姚成表示，中国军队腐败已习以为常。 包括请客吃饭、部队之间互赠礼物的金额，都来自装备部。部队的其他部门没钱要用钱，首长就要从装备费里拨出一些过来。高层拨下来的装备费应该是够的，既然被挪用了，就不足了。姚成说：“中国军队滥用装备费的情况特别严重。我们在部队时，家属去做饭，要不就是从飞机油箱内放油出来，航空用的油做饭，烧起来的时候。” 火焰是绿色的，没有一点味道。他接着说，甚至到什么程度？我们在部队吃火锅，我们就把导弹里面固体燃料一块一块的拿出来烧火锅吃，因为部队其他地方的保障跟不上啊。我经常到军械库去要这种固体的一小块圆圆的燃料，我们想烧火锅的时候就拿一块出来。姚成补充说。 用于推动火箭和弹道导弹在空中运行的固态燃料价格昂贵，但部队在缺乏后勤保障时，当年只有动用固体燃料烧火锅、做饭或送人情。一名熟悉中国军方背景的段姓实事评论者认为，虽然蓬勃的报道难以查证，但可能性很大。中国军队的腐败现象长期存在，比地方腐败严重的多。 因为军队长期以来是一个相对封闭、独立的系统，使得它的腐败现象比地方强烈得多。前两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、徐才厚，还有军委很多上将级的高官陆续出事，包括国内官方的报道都做了披露。他表示，中国军校官要升将官，少将升中将，中将升上将，都要依靠金钱铺路。像类似海外报道。 导弹里面装的不是燃料，而装的是水。导弹发射井盖打不开，这种现象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得到实证，但是这种现象完全可能存在。<noise> 敲诈火锅店，山东女孩突然将手伸进裤里，薅出几根体毛放到菜里。一月五号，山东潍坊一年轻女生在某饭店吃饭，突然将手伸进裤裆里面，薅出几根体毛。 随后放进桌上菜里面。他们吃完饭后找到店主，说菜里面有毛发，认为饭店卫生有问题，向店家索要三倍赔偿，双方就此僵持住了。公众号“东东趣谈”发文说，第二天该女子发了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，说吃了他们家的饭菜拉肚子了，如果不赔偿就投诉去。店主说，女子一直不依不饶的索要赔偿，直到她把视频发到网上。 女子才找到店主，又是撒娇又是说好话，要求删除视频。店主看女生年纪小，没有报警。事情在网络上流传后，很多人说，要不是有监控，店家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。这女子也太下作，没有了道德底线。文章最后说，吃饭的时候伸手进裤裆薅体毛放菜里面，也是天下独一份的事情。 是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出这么一个思想龌龊的女生呢？我不想说女生什么，只想骂她的父母没有教育好子女，真丢人。BBC 曾经报道，中国人已没有道德底线，什么样的事都能随时在中国发生：有毒食品泛滥，贪污挪用善款和赈灾物资，弄残儿童，逼他们去乞讨为自己谋利，药家鑫案，被帮助者反诬帮助者。 白衣天使变成白衣魔鬼，庆祝日本地震，赞美本拉登为英雄。中国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总有原因的。中共的发家是以抢劫富人财富，甚至同时取富人性命为开端的，这给中国人树了根极坏的道德标杆。毛泽东喜欢斗，乐在其中，结果斗的人越来越自私，斗得六亲不认，乱了伦理纲常。 治理官场腐败几十年，越治理越腐败，极为严重的污染了道德环境，伤害了国民的良心。我违法，你管得着吗？北京女高管威胁员工惹众怒。近日，一网传视频显示，北京一公司高管解雇员工，还声称自己就是违法，并威胁员工让他两年半找不到工作，引发众怒。 视频中，女高管恶狠狠地说：“我现在就违法解除，我违法你管得着吗？我现在取消你所有的权限，不允许你再进入我的公司。你可以去找，咱慢慢打官司。我跟你说了，劳动仲裁一审、二审，我有的是人，我慢慢等着你。”他还威胁员工说：“你试试看，你两年半找不到工作，你甭想再找工作。”视频引发网友愤怒，真够狠的。 黑社会的看准了劳动法形同虚设，所以才这么嚣张。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说：“他说的是真的呀，我被公司欠了半年的工资，恶意开除之后，劳动仲裁、调解半个月，调解失败后大概五个月可以开庭，开庭后公司还可以上诉。整体下来拖一两年，本来问题就不大呀。劳动法真不管，通过劳动法要回自己应得的要花费很长时间，耗死你。” 微博网友评论说：“呵呵，这就是不忘初心的党国企业，裁员就裁员，赔钱就赔钱。关键是你这么藐视法律，恐吓威胁员工，就实在是太欺负人了。这片土地发生什么，我都不觉得奇怪。女高管也就说了几句实话，中国法律本来就是欺善怕恶的呀。”日本灾区不受欢迎物资曝光，网经这也上榜。 日本石川县元旦发生规模七点六强震，截至六号已有至少一百二十六人罹难，超过二零一六年熊本地震。ET Today 报道，原 PO 以“日本人很讨厌辛拉面”为题，在八卦版贴出日媒截图，指出日本媒体要求不要输送物资，有千羽鹤慰问信等废物，以及一些极期品或二手衣物等，还特别提到千万不要捐辛拉面。 日本人到底有多讨厌辛辣面？居然要在新闻提千万不要送。许多网友纷纷猜测，日本人普遍没吃那么辣，日韩关系不和，不合日本口味。但很快有眼尖网友发现截图被篡改过，在真正的原图中，日本并非呼吁不要捐辛辣面，而是不要捐辣味泡面。其中早有一些网友猜到比较接近的理由，是因为辣，当地就缺水了。 受灾还要吃辣，喝更多水，很不方便。对此，日本烹饪专家三号在 X 平台发文解答：烹调包括鲜拉面在内的辣味泡面，消耗的水超出必要的多，所以不适合水资源稀缺的紧急情况。若灾难发生时缺水，手边又只有辣味泡面，可以利用家家户户都有酱油、味素来烹调面体，煮一碗酱油拉面，但不使用内附的辣味包。 我们每天在副频道发表一个视频新闻。阿波罗网是独立媒体，没有政府和机构资助。朋友们每一次按动油管的特别感谢，都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您的关爱和支持。尤其感谢纯粹为赞助我们而加入会员的朋友们。我们唯有做得更好回馈您的帮助，请您点赞、转发和留言，让更多人受益。也请您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选全部。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。 欢迎您在“干净世界”订阅我们，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。再会。